Tire Plus 持家，持家汽车服务中心 Luma 龙膜，世界最大隔热纸生产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全台湾唯一会被告的汽车节目。你要卖多少？又来了。为什么久久要提一次被告的事情？因为前几天才去彰化地检署。不要再问了，很多人传讯息来问，事情告一段落，会拍影片跟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今天来估什么车？明明知道我不收，却偏偏要一直来找我的车子 ，Kia。Kia， 你知道？2004年的 Kia， 学名叫做。Picanto X，Picanto 就卖马威利出的，学名是比较学术的名称嘛，通常被称作 Euro Star 欧洲星，你知道？哦、你是天，你是地，再靠近一点点，我就让你害羞啊！阿斯阿崔伊啊，哈、哦，黑长西阿因代言的呀，你知道？你也记得不啦、哦？那时候他们代言这个啦 ，Euro Star 后灯有没有？如果是星星版、星光版，后灯就会有一个星星。但这个不是，它会贴一个那个银色镀铬，这边有个星星 ，Euro Star Picanto。很多人跟我讲，人家现在韩国车已经很进步了，好不好？这句话我听20年，我从我刚入行，学长教我卖韩国车的话术是什么？就是现在人家韩国车已经很进步，台湾还做不出车来呢。你知道我刚进入这一行，因为学长说怕大家对韩国车这个有偏见，不好卖。偏偏韩国车利润又很高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收的时候说啊，这韩国车没人要爱啦，这太冷门了啦。呸呸，把你嫌到呸烂，你知道？然后收很便宜嘛，然后卖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哦，我跟你讲，这配比就好哎。你知道，因为韩国车它卖不动，它一定要又便宜，配备要给很多，就跟现在市场上还是一样的走向，它一定是比其他的主流车还要便宜嘛，然后配备要给更满。啊，不你那袂叮当，你的同事拢二十几岁啊，美若天仙，环肥燕瘦，对不？再怎么样赢你一个年轻，啊，你已经三十几岁啊，你不给你的顾客 more 技术好啦，哈、哦，半套变全套不加价啦，啊、哦、之类的，你要给更好的东西啊。很合理吧？对，好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嘛。所以他卖的时候怎样？就哦，你看这配备那么好，比如说这个阿提斯都还没有安全气囊，威尔斯都还没有安全气囊。你看我们 Euro Star 双安，哇，这样才卖得动嘛。过了20年，我从小师变老师了，这句话依然还在业界流传。人家韩国车现在已经很进步，你台湾做得出来吗？有，台湾有做出来了，差别就在于20年前台湾还真的没做出来，但是20年后有，甚至我们台湾自主品牌有人不惜去退单保时捷也要买，你敢不敢动？跟 BRZ 一样不敢动，不敢动。那现在我们就来估一下这个04年的，我跟你讲这一台车哈、哦，我很多故事可以讲。我也哪边公套第一把赛事不会为例啊，我跟你讲。等一下我慢慢边估车，再边跟大家分享。啊，首先我先看到它这个哦，熟悉的老式的 Kia 的钥匙，好、哦，再加上这个是不是客人家里的遥控铁卷门？感觉很像。欸、不是哎、欸，是遥控器哎、欸，还有上下、啊？没有啊，就看一下抠在哪个按钮啊。哦，这个是要跟我们换车啦。我是现在是看到隔热纸都爆了啦，这边有一点点的弄丢 ，big 亏啊！啊，04年不要太要求人家18年了，十八岁啊呢，哎，十八岁成年啊，也是合意。合意什么？合意去便利商店买个冰火喝一下。哦，对。这个以前很多都妈妈车、代步车，整体你看它的这个防刮材质都还保持得蛮漂亮的，代表它的门板都没有什么。哦，这里也有一条，轮胎好像还蛮新的呢。这车算应该是有在照顾啦，拜拜啊，水啊。就是有些女的，你看她就是觉得第一眼看觉得不怎么样，然后越看觉得哎、欸，好像还不错。前保杆也有受伤，2318，哎，那我23，哦，2318是18年的，我以为妈的2023年呢，好的，18年的啦，哦，那也该换的啊，4年的，哦，大灯泛黄了，好啊，这都有点以前0.7的，这款刚刚有立可白电，没弄那么干，哇，好看完了哈、哦，外观就大概那一面比较惨，这一面就还好了。你看，跟上次那个一样，那隔热纸叫你卖大熊哦，你看，哎、欸、，V 来中，这台没有气囊的啦，靠腰，这台基本款的，好，发动，跑12万7000公里，哦，震动好大哦，你有没有听到一个轰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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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声音？引擎的震动还蛮大的，哎、欸、妈，这少一个头哎、欸，头不见了，像什么、哦、像什么锁门？哎、欸，手架的呢？这是阳春版的呢，这真的是阳春到不行。我看可不可以，你看我就说是不会坏，你看有没有？嗯，哎、欸，而且可以到底呢，一般都到这里有没有？嗯，我就说这种东西到报废都还不会坏、嗯。好，我看板件啊，看一下，我先熄火。
You are my superstar。哦，这是安怎？内底内底可能有德式香肠的款哦。哈，这是拢包铝箔纸有无？放烤箱，德式香肠哈，还是米肠，加加加肠哦，也是那么脏。我看板件也不太好看。这个，哎、欸，我刚刚有讲客人是要跟我们换车吗？对啊，有。好，所以我们帮他估一下。有啦，我看这个引擎盖 OK 啊，这贴纸还在，没有拆。引擎盖的螺丝啊、哦、都没拆，叶子板的螺丝两边的也都没拆过。而且这个漆一看就知道就是古老的漆，嗯，18年前到现在的漆了。然后贴纸也还在，有没有？然后这里会写哦，其实盖子上面有玄机，我都没跟大家教过。盖子上面其实会写这台车的年式，车型年2005，然后1086cc， 对，皮康桶。啊，你看哦，车型年2005，可是这台出厂是2004，有些人就觉得，哎、欸，是不是跟型号对不上？不是哦，你要记得，这跟做衣服一样，10月进入秋天了嘛。对啊。现在在做衣服的在做什么？明年的春装。你现在秋天在做冬装来不及了哦。对。所以你衣服来讲的话，你现在做，你当然你的瓢啊上面要写2023年，因为你现在在做明年春天的。好，就类似这个概念，所以大家不要搞错了，不要说车行在骗人，连自售都会这样。看小市长知识来啊，哎，五位自售嘛，我车行讲，哎，我这车他PO到自售，我2005年式，啊，你也较单纯的去，你就去便宜。哎，差一年不用差个3万5万嘛？对，越贵的车差一年差越多呢。对，对不对？有时候用的年式啊，反正那也是另外一种低价骗人家来看车嘛。我们不是都说有一些汽车网站故意PO很低价，然后骗你去看车，然后再来跟你凹高价。我过捌看过啥，你知道？比如讲啊，他这一台哈，他先PO2005年的，好，然后比如说卖10万这样，比如说啦，啊，你看到有没有2005卖上？然后有，好，那我现在过去看有没有？你在过去看的路上，他就去改那个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改2004年啊，18万。然后人家现场说，哎、欸、啊，我要看那台2005年的这个10万的，没有啊，我们这2004年18万，哪有哪有？手机一看出来，你看我这，怎么是2004年18万？哦，哎、欸，交就这啦，不要说车行，现在有些连自售的都这样了啊。我们不要说真的自售，有些也是车行装自售。对啊，每几个要把杂拉车，我们叫把杂拉车，你知道？飞机把杂，你知道？飞机把杂，把杂拉就是就细就软艺术嘛，你在。推桶子的时候，哇，把杂气！我们这个车行有一个术语叫“把杂拉加”，就是很便宜的代步车，很车况很差的那个意思。车行要卖那种车很烦啊，又要保固什么的，我不如假装自售，PO上去卖一下。好，比如说你来看车，哎、欸，你好，穿个袈裟嘛，对不对？穿袈裟啊，我怎么网路上看到约看一台 Eurostar 怎么出来是一个？阿弥陀佛的，嗯，啊，可能再去买那个莲花的贴纸，玻璃贴一下，车上拿一个檀香稍微熏一下，有一个香的味道，好、哦，让人的心情会平静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公庙了哈，信徒捐赠的，那因为他已经完成他阶段性的任务，哦，已经圆满了。佛度有缘人嘛，对，好、哦，我们就把他度给下一个需要他的人。好，那请这个施主不要太大刀砍，哦，因为我们这个也是要用来做我们寺庙的经费，重建的经费。好、哦，啊，那我们出家人是不会骗人的。哦、这个车况我们就是用得很好，也是人家捐的。对，啊、哦，他可以说他不懂嘛，人家捐的他不知道车况，哎、嗯，有没有包过水？哎、欸，我们用是很好，应该是没有啦，哈、哦，我们也不晓得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出家人阿弥陀佛嘛，哈、哦，塑造那个气氛出来，对，哇，你就哇，真的好像不会骗人啊，一买回去泡水。那金价被做自售，还戏服还穿就这样、啊。我刚打开的时候有捏他的胶条啊，应该是 OK 的啦，没有，因为我也没有很想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随便看一看，我怎么收啦？我就没有卖这个车，哎、欸，我们之前卖的韩国车哦，我干嘛在留言家就还呢？我是没走心呐、啊，但是我买在改水节，我们那个现代做公益车呀。嗯，不卖韩国车，小智不是韩国车，不是那个是我以前卖出去啊，客人要卖，我们卖出去的东西我们负责任给人家收回来，对不？人家照顾得很好啊，我们总不能说哎、欸、我不收了。有啊，最近我遇到一个啊。那是因为他中间给人家大撞过了，我说啊，正常来讲，我卖你这车，你要卖回来，我是一定会收。可是真的，你大撞过，我真的没办法处理，哎，弄就多了嘞，鬼别弄歪呀。而且我们回来，我们也没有卖，我们就是做公益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让韩国人赚钱没关系，我们把钱捐出去嘛，让韩国人不要。那我捐的，不是跟韩国没关系，我捐的。门也没事，好不好？后车厢，哦，看也够小的。哎、欸，你看那时候就有这个，你看人家韩国车那么进步，那时候就懂得用保利龙来做平整了。我看到附赠用过的补胎剂，一看就用过的啊。哦，那个撸啊是？哎、欸，脏撸啊哈，脏撸啊，你看啊，洗菜瓜布。有没有？你们洗过菜瓜布？洗菜瓜布。洗菜瓜布怎样？洗菜瓜布。洗菜瓜布很正常，很正
洗菜瓜布。就我先看。我快速把板件看完。好 ，OK。隔热纸，18年呢，也是要那个的啦，哈。好，手动条。手动。而且啊，它这个比较远，很整齐。对，那边跟着外径有办的。啊，它内装要干嘛？内装就脏啊。它这个皮椅是后面才编过的，它的皮椅不是原装的。这个皮椅我认得，这就是以前在编最便宜的皮椅，4张编起来大概6000块左右。啊，冷气看一下会不会冷？哦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叫大酸呐、啊，你看。啊，三角形还贴不正，贴歪歪的，震动比较大，引擎角不行。冷气看有没有冷？有啦 ，JVC 耶，你看。太极啊，哦，烟灰缸有使用。我、哦、哎、欸，很大的雷雷呢。有啊，哎、欸、对，上面有标志。哎、欸，这是啥啊？我比较怀疑这是什么眼镜盒。眼镜盒啊，太阳眼镜的、啊。你来，你眼镜来，来，你眼镜来。你是放反？放反了是怎样？这样子啊、哦？哦，有哎、欸。有啊。你看大机啊？我知啊，我看大机，大家拢安尼讲，我大家拄着的拢安尼甲我学咯，你。拢讲哦，你收大机未？我都看袂入去啊！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不是，我觉得一下下才不精准，我都说一点点，放进去一点点就好。他的一下下可能是规定，可能哎呀，像偷匪啊，太暴力了啦！对不对？一开始。你咧讲高正的时阵，塞奶的时阵，一点点就好了。你拢招招伊那来煮诶，看猫翻跟斗啊，没关系，你睡床上，我睡地板，我不会怎样啊呢。我如果上去的话，我就畜生。对，隔天起床被女孩子赏巴掌，畜生，你连畜生都不如，你怎么不上来？哎、欸，好了，哎、欸，看完了，就这样啊，这就是一台，里面烟味蛮重的，你有闻到？有，我闻到。对啊，其实烟味蛮重的，它这个应该不是一手车的啊，因为大部分当初哦，我遇到很多开这个车这种女孩子，就跟我们 Auto 那个一样，以前这种车冷门车、韩国车都在买全额贷、买超贷的，比较没有钱的人，他想要一个代步，他就买韩国车，可以全贷可以超贷，便宜嘛，折价高嘛，代步到这个事业有成就可以换好一点的车，缺钱的人的好选择。就是冷门的牌子，比如说以前的那个 My Car 熊猫车一种，哎、欸，人家拢缺钱的，没有现金的人，你还想买车的好选择，全额贷，纳智捷全额贷，摩利群公楼那他在纳智捷，哎，人家拢在全额贷，银行建价比市价还要高，就全额贷了。你这些环保材质都有呼吸啊，这每台都一样，都不要搞，很恶心的嘛，弄完呢，有没有会有屑屑？两个都一样、欸，这两个都是、啊。我先去了解一下客人啦、啊，因为他换车啦，好，他跟我们换 Focus 嘛。好，我再回来跟大家分享。蛋瓦啊，蛋瓦。Ultra Dash Z 3，地表最强的 Dual Lens。哎，我的变色龙菲亚特500，内装也改了，有没有？改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嘿嘿嘿，有没有？有够硬的啊！讲到手机的保护贴，就跟车子的隔热纸一样重要。车子的隔热纸除了要隔热，还要看得清楚，不会模糊。手机也是，好的保护贴可以降低荧幕上的反射光，户外太阳光底下也可以让你看得清清楚楚你的手机荧幕，不会让你什么都看不到。没错，不可略过的广告又出现啦！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这个 HODA 的 AR 抗反射玻璃贴，以及 HODA 的无尘仓贴膜神器。操作简单，一次贴好膜，还有镜头贴、手机壳，让你的手机拥有最完整的保护哦。为大家介绍第一个 AR 反射玻璃贴，可以降低荧幕上的反射光，不用刻意的调亮手机荧幕，户外太阳光底下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蓝宝石荧幕保护贴，使用人造蓝宝石打造，末世硬度高达9，可以轻松应付日常的刮膜，减少荧幕上有恼人细小的刮痕啊。蓝宝石镜头贴。使用人造蓝宝石打造，末世硬度高达9，可以轻松的应付日常的刮膜，让镜头多一层保护。拥有抗反射的涂层，让拍出的照片几乎是裸机的品质，而且可以完美的呈现 iPhone 原厂的镜头拍摄时会有的主刷耀光。附贴膜的神器，简单好安装，金石玻璃均规防摔壳，磁吸款，使用疏水疏油的二次强化玻璃，维持手机壳的晶透感。德国拜耳抗黄材质打造，能够延缓发黄，背部还有磁吸环，能够牢牢的吸住 MagSafe 等磁吸的配件。以上的这些产品，都拥有他们的优点，
但是有好的保护贴，如果你贴了歪七扭八，上面还有气泡，自己看的一定非常的不开心。就跟你花钱请人贴隔热纸，结果施工品质很差，气泡还没对准，一定会 Kimoji 很不爽。还好 Honda 的保护贴都有附贴膜神器，一盖即定位，就是这个好用的无尘仓贴膜神器，将手机放入无尘仓内，盖上贴膜神器，拉出除尘膜，压玻璃贴，排气三个步骤，就可以做好繁杂除尘对位贴合的动作，不用担心贴膜过程灰尘突然跑进来，以及手残贴歪，过程快速简单，成品美观完美 perfect， 就让我来示范一下。而且我们在户外，嗯，完美，好有成就感。我贴这没有成功过，完美。我以前贴这个没有成功过呢，一点气泡都没有啊。泰山要求哥啊，用饼干屑，你看，棒，洗就拍洗咩？但是你看，又方便又快速。好，因为有这个无尘仓的关系呢，不管你再怎么手残，也不用担心会贴失败。你曾经有没有那个经验？为了怕自己贴失败，所以保护贴多买好几个。只要有了贴膜神器，只要盖上拉出排气就完成了，比冲脱泡盖送还要快。现在贴好是 AR 抗反射玻璃贴，可以降低荧幕上面的反射光，在户外的太阳光底下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，就跟你用好的隔热纸，就不用担心晚上会眩光看不见一样。现在到下列的网址购买，使用我们的专属优惠码还有折扣哦，详情请看下面的资讯栏，好不好？泰山来了，手机拿来，我要贴。全公司的手机都拿来，我有这个，全公司的手机都拿来，我都贴一贴，贴下去了啦，贴下去了。哎，优惠码要记得啊，赞哦。Hold AR 抗反射玻璃贴，反光不挡就是爽。好了，我给他一个价钱的啦。哦，我说这个报废现在8000啦，我跟你说11000啊。好，就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。那这个车为什么我说它是一台很有故事的车？我就是因为这一款车，我毅然决然的决定，我往后不再卖韩国车了。大概约莫在6-7年前吧，我卖了一台这个车子给我一个客人，黑色的，我印象很深刻。然后他也是要买回去代步嘛，一个男的，他在银行上班啊。昨天还有来店里找我，我的客人都是好几年、好几年的，十几年的也有。昨天哦，就昨天还有来哦。好，我先讲，他当初跟我买那个 Eurostar 黑色，结果回去开一开会无预警熄火，他有可能是在停红灯的时候熄火，也有可能是开在快速道会熄火，就熄掉就死掉，然后就发不起来，他就掉下了。可是我跟你讲哦，一开始掉下我们就给他拖回来检查嘛，找了超过5间的保养厂，包含那个原厂出来的老师傅，好，包含外厂，好，包含所谓的民秀厂，什么引擎厂都有。至少找了5000，都说什么证实皮带的什么舵轮什么证实不准呐、啊，什么哦，大概用上面波叉无为无为啦，转波拢给处理过啊，对吧？还是一样熄火，陆陆续续这样来回2-3次，不要说客人吓死，我也烦死了。回来修一次东西回去啊，又小时又熄火了，又回来又修东西又回去，虽然都不用跟他要钱，可是他也会很怕我开会不会出危险。各间车厂没有一个人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电脑也检查过，变速箱电脑、引擎电脑全部都检查过，也换过电脑，什么都没有用，就是不定期会熄火，查不到原因啦。所以哦，最后呢，这个我就跟他原价回收啦，他开了一个月吧，我卖他多少，我就多少都跟他收回来，还不算中间的拖吊费、修理费什么都不算，我就原价把他收回来，还跟他说我没拉塞，不好意思造成你的困扰。他也说小事没关系，我很信任你啊，你们很负责任啊。他又在我们店里又挑了一台车，哦，那就开得很愉快啦，也从没女朋友交女朋友啊，跟我们买车有一种魔力，你知道吗？没女朋友的回去买了车回去没多久交女朋友，
我想大家都觉得小四很神奇，我想不是，没车还想交女朋友。没有，开玩笑啊，我上次有讲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带人家女孩子出去，还是车子会比较安全一点啊？如果站在我们是这个女生爸爸的立场，尤其少年那爱消费啊，你老公我有找我囝啊，要甲查甫的处理，哦啊，好多摆安尼，哈，安尼一直扭一直扭哈。我们以前是扭过的啊，谁人没有扭到雷残过？记得看资讯栏跟我们联络来买车。如果你是单身狗的话，哈，最新专辑《单身狗》，爱给你去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一直到现在，他已经跟我们换了第三台车，他现在已经开马三了，变成很好的朋友了。因为我们负责任嘛，有人说，哎，小四啊，你行李那好啊，同行会来嘛。小四啊，哦，你行李有够好的嘞，要求啊。哦，我去外口，大家都讲你卖到第大，你啥啦？那这里还加一个，唔通烫波，搞阮加一个啦。举例嘛，哦，那伊洛斯大客人啊，查不出原因，我们就原价回收，然后让他再换一台车。哦，那可怜啊，啊，无赚钱，开阿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哈，开阿济钱，我做。好几年的时间了，好多同行来问我怎么样生意才会好。但一开始就是烧钱，我们要累积口碑嘛，要不然你走到每一间车行，每一间车行说，哦，我服务超好的，哦，我保固超久的，哦，我的车都好棒，你拿东西给我看啊，我怎么相信你？你要给客人知道嘛。啊，我们一开始也是客人不知道啊，我们也是嘴巴讲啊，可是我们实地做啊，帮人家负责任啊，久而久之，他们会帮我们留评价，他们会帮我们介绍朋友，一直到现在，你们在网络上都查得到。小四的评价，我嘛是烧钱烧过来啊，我们不计较成本在服务的，对不对？一开始一直烧，没人认识我们没关系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是谁。好啦，啊，反正好，重点啦，就是那一台 Eurostar 因为修不好，后来全额回收，我也不卖了，老陈我就盘给同行啊，盘给同行的时候，同行很开心呢。哦，小司机啊，水哦，那那马龙新呢？哦，里面引擎漏油什么都处理好了，你知道吗？烤漆也光光亮亮，黑色发亮，哇，发起来，哇，冷气好冷哦，引擎脚都不会震呢。我可不可以试开一圈好啊？出去开一圈回来，哎，很棒呢。啊，盘你呀，啊，好啊，买回去。那个熄火是不定时。我希望六七年前这个同行没有在看我这个影片，如果有在看的话，我跟你道歉，我不知道有没有造成你的困扰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经过那么多年，终于把我干的坏事说出来。不过没关系，同行还在联络，应该是 OK 啦。对，如果那个车有害到他，搞不好他回去又卖给下一个同行，他一个害一个，都是这样，烫手山芋，你知道吗？大家的蛋来蛋去，蛋贵，个蛋贵，啊，同行就是这样啊，啊，所以就是经由那一次事件之后呢，我就再也不卖韩国车。我就觉得说，台湾的车种也算蛮多的，每一个品牌有那么多车款，那么多车型，光一个车型就有好几个年份不一样的车型。那我应该不卖韩国车，至少应该是不会饿死吧？那我就不要卖。当然，如果有其他车让我遇到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，我也会不卖啊。其实我有很多车款是不卖的，啊。对。哦，那你知道是不是？刚刚有提到是不是？多少都有。等哈，很台啊，纳智捷嘛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少卖几个车款，其实真的无所谓。但是为了赚那一点钱，卖那些车款，有可能损害到我商誉嘛，对不对？我干嘛？好，跟大家分享这个为什么今天刚好这个估这个 Eurostar 哦，因为我有这个好多年前的老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，从二十年前讲到六七年前，讲到现在，有没有？好啦，那这最后哦，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已估啦？啊，就算已估，你们也不会在店里看到这台车啦，好不好？跟大家分享，那，啊，等一下看客人考虑的怎么样，我们去了解一下。啊，下次见。哎，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一键三连，超级感谢，点下去，下次解锁更多自售的秘诀。拜拜。我今天看小四长知识不藏私啊，以后教你们怎么自售啊，要不要？小姐，你有醒交吗？一种有无？两哎，看车哟，两，我跟你讲，我帮你冲过了，千官赐福都赐好了，對啊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是我们平常在代步的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啊，刚好换车了啦。哦，一端在台上，你也可以那个啊，放个六法全书啊，我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啊。先请问一下，你这台是不是泡水车？哎，你搞清楚哦，我是在律师事务所上班的人。
啊，你以为我会知法犯法吗？然后哎，讲太久了，又十分钟了，板件还没看完。空气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